《魔物猎人》GG了吗？今年听说要在台湾上市的《魔物猎人 Frontier G》，听说要 GG 了？哇，不会吧？哦，原来是日本新的改版，叫做《魔物猎人 Frontier G》，G 两个 GG 啦！而且呢，还推出了新影片、新武器的情报哦，赶快一起来看看 GG 情报吧！ Capcom 人气狩猎动作游戏《魔物猎人》线上版本《魔物猎人 Frontier G》又有新情报喽！这次将把 PC 版与 PS 3版日本伺服器整合，预计于4月份实施合并伺服器，迎接新系列大改版《魔物猎人 GG 到来。官方也大方的释出全新的武器穿龙棍，改版包含了新系列武器与新的魔物，热血的狩猎魂全部都回来啦！ 台湾玩家们也敬请期待今年将登陆台湾的《魔物猎人》，更多游戏资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电玩宅速配喽。